我俩相处了3年的时间了，我越来越受不了他了，我想跟他分手。分手是不可能分手的，他想分手就分手，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真的是很无奈，我觉得我们俩根本不是正常情侣该有的样子。我劝他分手就不要想了，我今天可以给他个机会，让他说说我到底有多不好。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周，23岁，来自新疆，学生，有请小周。女嘉宾小王，22岁，来自新疆，学生，有请小王。欢迎两位啊，是高中同学是吧？对，我们高中就认识。后来怎么就变成恋人了呢？当时是好朋友嘛，就一块儿就考到杭州了，就这么就在一块儿了。现在是校友，大学校友。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学校，但在一个城市。那也够有缘分的了，不错啊。那个怎么了？就他总想分手，我就觉得这分手应该女生提啊，他天天跟我挂在嘴边。不，那就说明他真想分啊。你是真想分吗，臭小子？对，我是真想分。我不分。不是，为啥不分呢？他追的我呀。就是要甩也是你甩他，对，是吧？就要我，必须我甩他。那个怎么着啊？为什么非要分呢？我实在受不了他了，受不了了啊！蛮横不讲理，不讲理。主持人，你看他就这样啊！你说啊，他说的时候你听一下，他说完你再说，好吗？嗯，来，你先说，怎么不讲理？他就是我吃喝住行他都要管我啊！就是假如我今天想吃面条，他想吃米饭，但我今天就不能吃面条，就必须得跟他吃他的米饭才行。他爱吃一些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特别不喜欢吃东西，就是动物的内脏，还有就是脑花、大肠这些东西啊，他就非得让我吃。那你咋就不能吃吗？不是你吃你的，他不吃不也行吗？就我们当时他不吃牛蛙，我说这好吃，他尝试了一次，哎，他说挺好吃。那我觉得这个动物内脏也挺好吃的呀，我就想让他试试嘛。不是，那怎么就不能吃了？太血腥，我是真受不了那个味儿。那就不吃呗，你吃你的，他吃他的，不就完了吗？那你说以后住在一块儿了，那还得开2个灶啊？那我就爱吃这个，你要不吃，那你不就得让我饿着吗？那就开2灶呗。我不会做饭。那就他做什么你吃什么呗。我就吃动物内脏，他都不想给我做。那可不是吗？那你就自己做呗。那我不会啊。这是什么都要是吧？你是不是就这么想的？对，他不光是吃，他连穿他都要管我。有一次买了个情侣装。新衣服我有个习惯，就得洗一下才能穿。是应该呀、啊。对啊，巧了，那天我就刚好去找他，他呢就是穿的那一件情侣装，但我没穿，然后他就因为这个发脾气，让我再折回去，然后再过来穿湿的来过来找他。那你为什么不穿呀？主持人，那个衣服他不是昨天买的，他买了有1个星期了。你说谁不爱干净？那我买我也洗啊。你说你早点洗嘛。就那么巧，我第二天穿，你头天就洗，你头天洗也该干了呀。你就是不想穿，你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我男朋友。不是我不穿，我洗了。游泳的时候衣服湿不湿？泡温泉的时候衣服湿不湿？穿不穿？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能穿呢？现在就不行了。哎，上马路的时候为什么不穿比基尼？游泳的时候可以穿，为啥不可以呢？问你呢？就穿啊！我就让他穿。对呀、啊，那你提前通知他说明天要穿。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常识啊！你说你买了件新衣服，你说你不穿，那你不得把它放过时，放旧了再穿吗？行，这个生气是吧？对啊，所以说我下次学聪明了，我每次出门我穿什么，我给他拍张照片发给他，我再去找他啊。然后我见着他，他就说我里搭外不搭，外面可以，里面又不搭，又让我折过去一个半小时。对呀、啊，那是你审美的问题啊！你说哪有外面穿个绿的，里面穿个红的？那你搁谁谁受得了呀？那我领你出去呢。人家叫国际大撞色，你不知道吗？那不行，那国际大撞色好多人都理解不了，你那样多丑啊！我一天的时间都耗在这了，来回奔波，路程都有那么远。不是，你就傻了，你知道吗？以后背一包，包里放着衣服。对呀、啊，你怎么？你说穿哪件就穿哪件。对呀、啊，那别人怎么想到，你就想不到。哎呀，您这是找了一时装模特，不是男朋友，您这要面试啊，每次都。行，衣食住行都管是吧？对，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的话，一般就是除了发脾气之外，他还以什么来了结这件事呢？给我摆脸色，最终结果就是我得给他写1万字检讨起步，他才满意。就这样，你写过检讨吗？写，我都写了一本子。1万字的，1万字起。你说的，他那不是写在那抄，他在那个手机上收藏了一个写检讨大全。
那我说，那你这根本还是意识不到自己错哪儿了呀？那我也不能说是写一万字那么多那个啥，我肯定没有那么多能写的呀。那我没办法，只能到网上。那就是没意识，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错哪儿了肯定能写。现在人家说了，我错就是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分手，我来纠正你错误，不行吗？不行，不分。他还有什么要求啊？就是每次出去玩，他都要问我一句，就说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不一样？我怎么知道你涂了什么颜色的口红？哪个女朋友不问？那你说谈恋爱就这么点小事啊？那我打扮好看是给谁看？那就给你看。那你咋就能看不出来呢？那你我今天涂的什么颜色？萝卜色。那不能说出来吗？那也是我做功课了呀，我专门因为你，然后我背了一些口红色号。嗯，你说呀，你背哪些了？正红、活力、复古红。珊瑚水漾，南瓜色，姨妈牛血色。你看你这坑坑巴巴的。一万字我也记住了呀，那你有什么能了解我喜欢的东西呢？我知道呀，我知道你喜欢看看电影啊，听听歌呀，你喜欢那些车呀，对不对？那我也知道呀。那你知道什么牌子吗？那我不知道，那也有原因啊。我现在买得起车吗？我天天搁你耳边说，哎呀，我要买个什么名牌车，那我不给你徒增压力吗？那我不让你活得也累吗？你说咱们有钱了，我比谁都积极，我天天查。我是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是我听着都没办法了啊。还有就是他什么节日他都要过啊。那我觉得节日它存在，它有存在的意义，对吧？你说如果大家都不过，那节还设立它干啥呀？所以我就说要过节嘛，这有错吗？哪个女生不过节呀？哎，清明节你过吗？不过。清明节为什么不过呢？以后再过。为什么以后过呢？等我不在了再过。你这还什么节日都过？这孩子也是，你也得分呐，你家真是。他不光是这种普通的节，就是有些我都没有听说过节，他都要过。比如说6月6号，他还定了个主题叫“我是你的眼”，要是让我蒙上眼罩陪他逛一天，弄得我那天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哎，你别夸张事实，那青一块紫一块真不怨我，他过马路我都牵着他，他吃饭我都喂他，他那青一块紫一块是他自己上厕所的时候磕的。这是什么节啊？就是爱眼日。爱眼日的时候，就他要把自己扮成盲人，你要做他的眼是吧？对，那为什么不是你扮成盲人让他做你的眼呢？他天天跟我诉苦，说我这对他不好，那对他不好，我不想能让他享受一天吗？哦，享受了吗？怎么没享受？饭好不好吃的我喂到你嘴边，我给你吹好了。我磕着碰的还叫享受？那你说你进男厕我没办法呀，你进去偷偷把眼罩摘了，对呀，你应该摘眼罩啊，孩子。那还是你的原因。我不敢呀，我怕被他发现，他就得不是他又不去男厕所，你这不还摘了，真是傻孩子。哎呀，他们俩是活一对，你知道吧？一个愿意虐，一个受啊。除了这个，还有，我为他跳楼了。哎，停！你不要搞得好像我要谋害你一样，那是翻好吗？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住平房，那翻个楼不很正常呀？那底下是草坪，而且重点是我不让他翻，我没鼓勇他翻，他自己翻下去了。还不是因为当时他要看电影啊，但是我们宿舍门打不开了，宿管大人说那开锁的人得过会才能来，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然后他就在电话那头说，我不管你敢在电影开播之前必须得到那儿。那我没办法了，我就直接从2楼跳下去找他了，但是也是没看上。那电影是我一个月之前，我跟你说看着预告片，哎，我跟你说我想看，你说行啊，那我才定了呀，那他就这么来晚了，那票都作废了，也浪费钱。那这次是个意外啊，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那意外不是我造成的呀。那是谁造成的呢？那门造成的。哦，哎呀，这姑娘厉害了去了。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3年。我都已经受不了他了，忍了他3年。还有就是，他把我新买的自行车给我直接砸掉了。我为什么砸呀？女生爱漂亮，我那天穿了个白色的纱裙，结果那自行车他就把我裙子给刮破了，他在那笑，他在那一直笑。你为什么要笑呢？我砸你自行车也不是说我神经不对，那是你态度呀。你别笑呀，你指着我光笑，笑有用吗？那是你下来你不注意，车轮给挂着了，挂烂了，你怪我？为什么要怪我呢？那我的自行车他肯定不挂我，那就因为你的自行车，那你就不能提醒一下？你说，哎，宝儿，你下车的时候你注意点，那不就不刮破了吗？而且你要笑，你要不笑我能砸吗？我把你自行车砸了，你难受不？我也笑着对你说，修一修就行，你什么感受啊？你是直接发脾气了，扭头就是给我砸掉了，好吗？那是你自己说的。哎，没提过分手啊？生活里提过吗？
我提过，我不同意，我是真的是受不了，他就是不同意，死缠烂打。不是你怕什么？你就死死的不敢分呢？因为他知道我爸妈电话，他也知道我家庭住址啊，我怕他给我爸妈说，他给我爸妈说的，那我爸妈就得说我。那不还是因为我说的有理，你爸妈才像我吗？我要说的没理，你爸妈能向着我吗？所以今天来这目的是把这个事儿让大家评论评论，是吧？对。哎呀，你这可够惨的了。那你们只听他片面之词啊。那以前的时候他对我也特别好啊，就过节的时候吧，也知道送个礼物，结果最后变成我送他礼物了，他就绝对不给，不是一次两次，还说这次算了吧，这次算了吧，这不是一次两次。你要是什么节都过，确实也给不起啊，一大学生，我替他说一句啊，不让他花钱，他就是跟我说一个节日快乐，就我希望他能记住我。就是你们俩一年过的最多的节是什么节？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要过那个啥生日月那一个月，他都要生日月，就是他生日那一个月，他都要像过节一样。我二月份的，让那才几天呀，给你免了几天呢？那也二十多天啊，那么长时间啊。你平时也这么照顾我啊，就是多了一个噱头而已嘛。我还必须得每天伺候着他啊，我像个他的奴才一样，还必须这样扶着他。这哪里是你的男朋友啊？哎呀，你真给他过一个月呀？那没办法呀，那他都要求，那能咋办？就等于这三年每年的二月份都是生日月，都伺候着啊，就我伺候他。男生答应女生的事情一定要做的。我之前许这生日的时候，我问过他，我说是不是我许什么是生日愿望你都答应我？他说行，我才许了这个生日愿望的。哦，他哪想到你许这么个生日愿望？他以为你许的生日愿望是好好跟他过一辈子，你咋没许这愿呢？你那个愿望他许，他许愿你觉得有用吗？要是那个愿望我觉得挺好，我就觉得有用，我就让他有用。啊，这姑娘还挺聪明，知道吧？哎，你是要真分还是假分？咱们不开玩笑说，是说你这做法太作了，我有点受不了。老师们帮帮我，你是这个心理还是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是真分了，你把话跟我们说清楚。我是真的不愿意跟他谈了，他太……我不分。你看，他太明白了。其实要为了这个姑娘好啊，真爱这个姑娘就一定要跟他分，就让他挫折，让他懂事儿。怎么那么残忍呢？我跟你没什么关系啊，我岂不是……那你孤勇他跟我分，那就是残忍了，你间接的你就伤害了我。哦，我不能，你们都是老师啊，我无所谓，对吧？你们可不能胡来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是女性王，你有王者风范。那也不行。行了，哎呀，而且男生你看。你在女生面前就是四个字，服从就范，是不是你潜意识里认为女生她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她给我灌输这种思想，不管她做了错事还是对事，那都是她的对。那我想和女生说，你这样的一种做法，她不反弹不反抗，在很多方面她确实是喜欢你，换了其他人你去试试。我也没有给他说那么强势，就是不用强势，他说的几个是自行车也好，织衣服也好。哎，说到织衣服，你们两个大学离得近吗？不近，我要去找他得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让你一个多小时再一个多小时去把那件织衣服穿回来。对，你与心何忍啊？洗了谅解一下不行吗？你这真是霸道，太霸道，太霸道了。当然你再这么霸道下去，你真的成不了他的太太的。我想今天他接受不了，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男生也在看着的时候，哇塞，幸亏不是我的女友，真的，我儿子一定下死为止。你惊吓到大家了，男生，我还是想说你以后真的出不了门也不要从二楼或者更高的楼跳下去了，好吗？珍惜生命，珍惜我们的生活，好吗？好，谢谢包红兄啊。女生，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外表很精致，但实则廉价感很足。作为长你几岁的姐姐，我觉得你如果要这样的再继续把自己装扮成公主的话，你会把你自己人生毁了的。
你觉得自己是公主，在家里爸爸妈妈把你捧为掌上明珠没问题。可是你知道公主最值得让人喜欢的是什么吗？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让别人尊重她。你想要让所有的人把你当成太阳围着你转没有问题，但是太阳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它会带给人们温暖吗？你这样并不会让别人珍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把自己的分数拉低。男生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所有他的种种的行为都是你迎合呀，就那句话，你惯的，是因为他第一次让你这样做你就好顺从，第二次顺从，现在你忍不了了，你为了留住他你也不择手段呢，所以你现在说分手那你就干脆分呢，你这样一直拖着他也是在害他，你之前满足他一次又一次的这些要求，你最后把他逼到了这个绝境上，然后把他推下去，所以最可恨的就是你，这些事你怎么都能答应去做呢？是原则问题呀，穿着湿的衣服过去不会感冒不会生病吗？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有点理智好不好？爱情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爱情里面有人生，是人生里面有爱情，记住这句话就好。谢谢，谢谢沙塔老师。来，于老师，我先采访一下沙娜老师啊，你在热恋的时候有没有一小段时间和这个有点小类似？哦，没有，还没有哈。哦，我真不是这样啊，那是比较少见。他的爱情是非典型爱情，不用采访啊。恋爱当中，热恋的时候，小女生有那么一段时间，像这种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做一下闹一下，是吧？但是这一下子三年，这可能就让人受不了了。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不这样啊？啊，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小女孩，不是22岁的小女孩。嗯。可能是15、16岁的小女孩，这几年你没长大，用我们心理学的话叫退行了，你退行到更小的年龄段里面，也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在热恋当中一段时间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在3年时间里面到今天这个状态还这样子，那就说明你在拒绝成长，你在享受15、16岁的这么孩时的一个状态，有人疼，有人呵护，我怎么撒娇都有人配合我，所以你享受了这个状态。但是我说这个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如果拒绝成长的话，等过几年你突然发现他真的走了的时候，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这要成长。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嗯，男朋友想对你好和男朋友应该对你好这两句话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他主动的，一个是我认为的。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你看说多好啊。那我想问一下，现在男朋友一味的配合你，你认为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被动。被动的他就很累了，一旦进入被动的状态他就不愿意做，就抗拒，甚至不惜来撕毁你俩的关系，以分手作为代价，因为他太累了，一次两次可以，但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还有为什么3年你没有成长？因为这3年下来男朋友的各种配合都替你表达了你的情感，这就说明你内心缺一些东西，缺的可能是对人生的规划呀，是学习上啊，做人方面呢，等等等等，缺很多东西。但是男朋友他只能一时性的给你，他不会一直给你。一个能够这么将就你的男朋友，今天他已经说了要跟你分手，你应该要悬崖勒马了。男生呢，就还是那句话，那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可以有罢演的权利，你一味的顺从他变不好，只能让他慢慢退回到10几岁小孩的状态，要长大，不能一直是个小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担当。未来比如说当你结了婚了，你有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包括你的父母老了，你能不能有能力去赡养他们？这都得需要你考虑。所以到此截止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听明白了，谢谢于老师。我其实刚才听到一个细节挺感兴趣的，就是说
川问说你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女孩手里呢？比方说我给她父母打电话，那她父母应该是蛮喜欢你的哟。嗯，你在他们面前绝对不是这样的表现哟。在长辈面前肯定就是要乖巧一点嘛，毕竟长辈肯定不太喜欢疯疯癫癫的丫头。他也懂收敛，懂，我肯定会温顺一点。他懂。但其实这里面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分手，他说分手？其实是你离不开他，他随时可以走，他之所以没走，是因为他还是喜欢你，他能把你这些所谓的作呀，这种过分的举动视为撒娇，这是你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他是能够懂的。但即使他懂，他也受不了，他可能今天说分手也只是无数次分手的一次，绝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离开他，这个能够是说你具备离开他的能力，你有吗？没有。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他，因为你太过于关注他对你的每一次细小的反馈，太过于放大了，把生日放大到一个月，把所有的这细节做到极致，这是你的问题啊，你离不开他，所以在爱情当中你迷失了自我，这很危险。当然可能年轻人都会处于这种阶段，但是你要迅速的觉醒，你要知道自己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事情，还有别的更多的让你去追求，让你去实现价值，体现你的价值的东西，可能马上毕业的工作，可能更多的友情，更多的这些自己的技能成长，而不仅仅把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就冲他现在对你的事事答应的这种状况是靠不住的，因为真正成熟可以靠住男人会知道在适时的时候拒绝你一次，让你吃一堑长一智，让你能够成熟起来，那是真正的爱。做好这一点你就知道怎么相处这段关系了。男生也是一样的，我不相信你能离开他，你只是很无奈，你爱的能力也不强，真正的爱不是这么百依百顺的，你会受不了他。把这些细节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去掌控好，好吗？我希望你们俩能够继续走下去。好，谢谢曲总。姑娘，咋样？他们说的挺有道理的。你呀，接着扛吧，这手一时半会儿分不掉的。那除非他也愿意写一万字检讨给我。那你就是小孩吗？生活挺平实的。其实你们俩看，今年大四对吧？嗯。你们俩马上就面临要进入社会了，爱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其实他这一段这么依赖你的时光，也许对你来说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一段美好回忆。步入社会，他会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也会见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会快速的成长起来，你也会成长起来。那个时候，这段撒娇打闹的日子可能是最美好的岁月。再让你们这么闹，再让他这么胡来，他也来不了了。珍惜，对于你来说，过了，那个年龄过了。于老师用那个退行用的多好啊，非常专业啊，你要想一想，反思反思。嗯，面对生活，请你们慎重，长大吧，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我挺喜欢你的，我觉得老师说那么多，我不是不能改，我就是怕你走。我总觉得如果我不霸道一点，你可能下一秒就走了。我也可以改。一直在一块3年了，我从开始我挺温柔的，因为我觉得你喜欢我肯定能接受我所有的缺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你。我就觉得我们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我才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其实我也知道那些事情太过分，可是我总是很感性，我就是觉得你喜欢我你就要宠着我接受我，我就是希望我们俩不要分手。我会考虑的。姑娘说的好啊，其实人家越喜欢你，不是越应该珍惜这份喜欢吗？别再任性了啊！行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好不好？来，请开门。
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